女方啊，自從我哋上次咧推出咗蘇碌嘅優惠之後咧，我有好多朋友咧，佢哋中意歐洲機嘅。咁佢問我喎，聖誕佳節咧會唔會有呢個歐洲機嘅優惠套餐啊？你又有朋友問，套套片都有朋友問嘅喎，究竟你問啦，你朋友問定你分身問㗎？嗱，今日咧就俾你撞中啦。Denson 咧真係有優惠嘅，優惠一共有兩套，分別係 CD 機加合併式擴音機。第一套優惠咧就係 B130 加 B410，或者係 B150 加 B420嘅。咁啱咧，我就有一套嘅價錢比較相宜喺度。嗱，我未介紹呢部機之前咧，我講下 Denson 歷史俾你聽啦。Denson 嘅創辦人 Thomas 咧喺1992年咧已經創立呢間公司啦。喺創立呢間公司之前咧，佢已經有設計音響同埋咧營銷高級音響經驗。佢對呢行咧就好有抱負嘅。咁多年嚟咧，佢都有去大學度講講座，分享個寶貴經驗。有一樣嘢我不得不講㗎啦，你個 friend 啊，成日喺網上面啊，乜啊，又話 SMT 點啊點啊，佢識啲乜嘢啊？咁我係了解過嘅。其實咧，幫 Denson 生產 SMT 底板間廠咧，係其中世界上面咧數一數二嘅。由於咧，Thomas 咧，即係 Denson 嘅老闆咧，同依間公司嘅老闆咧係好老友嘅，所以咧依間廠先破格幫 Denson 咧生產 SMT 底板嘅。你知道啦，一般 HiFi 嘅生產嘅數量真係有限噶嘛。而依間廠更厲害嘅地方咧，其實佢幫世界上好多知名嘅牌子嘅精密儀器咧生產底板嘅。你個 friend 啊，我個 friend， 你介紹我認識噶，識著佢咧大領落啊，厲鬼前身。Denson 咧就好多耍家嘢嘅，不過咧留翻下次 review 試講，不如你係咁樣講兩樣嘢聽下。又考我，好彩我有做功課啫。嗱 ，CO feedback 零負回輸啊，佢優點咧就可以減低依個鞋波嘅失真啦，最短嘅工作電路咧，佢個好處咧就係會將聲音嘅扭曲大大減低嘅。咁另外一樣嘢 ，SMT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表面貼裝技術咧，佢個優點咧就係話避免咗外界嘅射頻入侵啦，從而咧就干擾咗聲音啦。另外一樣嘢，佢嗰個信號嘅通道咧就係會係非常之短嘅。頭先你聽部機咧，就係 Denson 嘅標準版嚟嘅 B130XS 合併式擴音機咧，佢行 A 類嘅，每邊輸出咧有80伏，所以聽出嚟聲咧就好暖聲嘅。仲有佢順便好快嘅，動態亦都好強嘅。相信咧係頭先你講嗰兩個技術咧係莫大關係。話就話依部 Denson 係標準版啫，但我知道佢升級嗰時咧都好多花款玩下，不如你又係講解一下。係啊，升級都好有彈性㗎，你當個前級用又得，當個後級用又得。如果你唔玩前後級咧，當個合併機用咧，亦都係升級嘅。用翻佢原廠外置電源升級，至於 B410 嘅 CD 機咧，除咗個 CD 機之外咧，你可以當佢解碼用，佢亦都可以用翻原廠嘅外置電源升級嘅。今日介紹 Denson 嘅優惠組合咧，就到此為止啦。如果你想知道咩優惠詳情，或者係想聽到咩聲底咧，就過嚟揾我哋。如果未訂閱我嘅 channel 咧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。中意我哋條片咧，記得 like 我哋。今日咧就到此為止啦，拜拜。諗起身，你咁快笑。寂しさまで分かち